他这个一直在给我卡一些乱七八糟的那个问题出现，现在变成说是我要开一个视窗截取之后，然后手动把这东西强制拉长，可是它又不能够，它不允许用那个一定比例去变形调整。总的来说，就是我要用很麻烦的方式去调它。怎么最近的都这样子啊？这样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有趣的吗？这 OBS 有问题欸。我不知道弄几次之后有问题的东西，很烂，超烂，现在超不高兴。然后稍微有点上面跟下面会有一点点线出来的，就可以不用管它。没错。好了，继续。啊，就是往前走啊，真是的。有个超高的地方哎、欸。啊！有球啊什么的，啊！等一下，我这样子，我要看另外一边，我要另外花时间去看那个。OK，怎么听上去感觉像是要准备冬眠的感觉？不行不行不行！Ow！不能过去这里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Fancy Pass Man，裤头先生。已经一段时间了，船长，在之前的最后的战斗之后，他就跑去别的游戏什么的吗？但是这些墨水仍旧跑到各处去了，这该不会跟之前以前的游戏有关吧？以前船长有出现过吗？没什么太大印象。感谢你救了我们，希望到时候可以在船上看到你。啊，不是啊，我接下来去哪里啊？啊，不是在右边吗？啊，对啊，按 D 可以那个哦。还不行吗？
啊！要死啦！是不能下去还是能下去？不行不行！好了好了，yes， 呜，喂，啊，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啊。啊 ！Shit on my pen， 没有，这个款式 ，Really？ 算了，我还是换回来好了，看得舒心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帽子会变成那一点 ？OK。Yo Fancy， 很高兴再次看到你。对对，我一定有跟他们打过啊。你已经看到船长了。在他的那个在树那边，那个墨水还是在造成一些问题。你可以帮助我们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他死掉了，变跳台关了。哎，不对。哎，会回来。他回来是这样回来、啊，啊，白痴！不然走太快了啊！哈哈哦，他是这一晚。嗯？
喂！哇塞！谁顶得住啊？这个啊啊！耶！围巾够，围巾帽。讲一讲，还自己掏那个吃螺丝，白痴！不要吐口水。什么？哦，吓我跳！围巾帽帅啦！哎，他不见了！我想要蓄力攻击，不行。哦，这么 happy 啊！你又是谁啊？好吧，至少只要船长还相信你的话，那我就会把船给准备好。已经快接近过去了，是不是？叫我加油。我是不是太早把他给弄爆了？我应该先上去的吧？不是啊，不是 啊，我应该上去的哦。算了，没下去。哎、欸。嗯，怎么感觉好像我可以上去的点，可是好像没有。好像不行，好像错过那个东西了。哇，耶、yeah, ！欢迎来到我们的木头号。所有在船上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们就可以开始。Ready， 走喽！哎，订阅有问题的啊！
哦，这么爽快 ！Ow！ 吸它，榨干它，不是，不是这么喜欢这种音效。这边是什么树海盗的村庄？哦，还有其他士官？啊，是其他士官的意思吗？不是吧 ？Bath Tower， 哦，算传送点吧。我自己家，是不是快结束了、啊？这个？你跟我开玩笑，这个最后来跟我讲这个、喔，啊，我本来带错了，耶，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我到底会了什么？下次而已啊！我把我的帽子换回来。你们那个酷酷的围巾帽去哪里了？帽子？不对啊，我没有要买啊！是哟，有金矿的感觉。What？ What？ 要叫这么的那个吗？为什么这种地方会有钻石？嗯，等一下。这里啊。啊，这算是新区。跳跃，当你在。没有很好看，一直在闲，彩色的比较好看，从头闲到尾，天哪！
啊，这个会浪费我的墨水是不是？这么的。看不到，看不到。耶、yeah ！什么鬼东西？砍怪我不晓得，因为我没有特别看。对，这样子我冲不过去。这可以站哦。啊，没有了。越来越远了。越来越远了，等一下。砍怪有没有办法获得墨水？我不晓得，就是。啊，不见。这儿走，啊！啊，这边就可以像浮空一样按那个不行。为什么会扭？扭的定义。太远了吧这。啊，不够。啊，过不去，没有跳过去，完了，哈哈，哟西，哦，好看多了，有几率吧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看起来很像扁扁之类的。哈看起来真的很像。这刀口。啊，在这里啊。啊哈，做错。按 Shift， Oh my god！耶，音符，音符裤子，音符裤子，啊？
那过不去。怎么全部都跳台啊？啊，吃不到了。哎呦，走这么远啊！哎哎哎，错误边，错误边！啊，从这里。哈哈哈！不行，这边，哦，这边，啊，那还不行哦，我还不能这样子过去哦。啊，终于。裤子倒是好看的，裤子倒是 OK 了。哇，没有吃到。哟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刚刚好像看到什么东西。啊，不是啊，不是。哇，不行，不够。过来，真是的。哇！惊恐了一下都可以啦，其实没有很 care。 彩虹的是血条好看的，细氧的，细氧的我觉得就都还好。不对不对，衣服的就可能裤子不好看吧，我猜，我觉得啦。这样子一在哪里呢？看不到。啊！我靠，这个也太危险了吧！到底要我去哪里啊？哦，这个不是，没有，这边颜色这样子看不好，不容易看出来啊。嗯，看来我不是能够直接先到上面去的。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跳台的感觉让我想起那个超级肉块男孩哦。啊，糟糕！谁会知道那个东西是在往上的啊？刀口，先过来，
哇！有啊，有一个叫 Super Miss Boy 啊，就是超级旧款男孩。他名字就叫，他名字的确就叫那名字啊。已经很旧的游戏了，我也不晓得有多少人会记得这个游戏。像这个就，啊，这个东西有分这个。普通哎、欸，这样子我还不如用彩色的。它的建成是不好看的、啊。啊！啊！糟糕！哪里？再回来吃一点东西好了。好。没东西啊，这边到底是什么？这边什么都没有啊！哇哈哈！一不小心就往前跳，多跳了一点。加死！看不到啊，有些很遮啊。我没有跳起来。对啊，这个游戏比较讲求重力加速度的。我要去哪里？怎么这么远、这么初始的地方啊？一次要跑完这里啊？啊，糟糕！小狗，好、啊，我这边打吧。哦，好，还合理嘎仔哦。感谢他这边是有重生点的。嗯，跳才对。我操！啊，终于过这里。完了，大闹跑关！哎哎哎哎哎！啊，什么东西？
完了，摔下去。上不去啊！我血量已经撑不住了。跑酷吗？我刚刚比跑酷的速度。然后呢？我打他会吸墨哎，啊就这样，啊什么东西？重生了是不是？为什么？这到底是叫我干嘛？哇，掉下去！我这边也就没其他区域了、啊。哇，然后这边又一直不知道让自己摔下去。啊，糟糕！到底？是啊，根本搞不懂这边都要叫我干嘛。到底哦？解释一下哦！天哪！什么东西？啊！啊！我是刚自己的角色一直自己往左边冲啊，然后刚刚就死掉了。啊！什么东西啊！我就只是犹豫了一下，也就不行了。好像撞这个是不是？
啊？好，让他打。就这样，他喵的，他喵的 ，Volcano。所以就换这里，跑到 Volcano 里面了。等等等等等，我没有要说。看，没他怎么来的？睡啦！没办法直接上去了。往上往上。我击败了！喂！我和你搞啥？等一下！他那边有什么 item？ 那应该就是我身上的装备之类的东西，也不是装备。事实上，你要把它当成装备还是什么，其实都无所谓。哦，oh my god！吓死我！突然很大声啊！没有开玩笑吗？耶！新的耳机来了，耳机好看。吓我一跳！一直存起来，哎、欸，这个地方有东西啊，多出来的，
免费脑补品。抱歉，跳不够快，应该说没有跳，没有找到对的时间点跳。对，很好，完全哦一致。不，啊没有。哎，不要突然就。怎么会有那个东西？挖底的。要死啦！哦，这样子。不要突然就掉下来！完了，一直弄错。点位真不好。去到哪了？马上死了。Brad。继续。哦，安诺。你就当做是这个游戏本。他 OBS 的问题吧，因为的确 算是他自己的问题。啊，等一下，三回，这要干嘛？因为 我用原本的截取方式，他不接啊，不够快哎。完了，我一直抓不到那个点啊！死掉！我知道可以打破，可是打破之后，打破之后我要能够干嘛？啊，那都不算了。哎，虽然他吃时间点，这个也太夸张了吧？哎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这纯粹一直损血而已，这样我还不要。哦，他应该有这个啦。算了，管他的。哎，我还在被攻击。喂喂喂喂！好了，这边也有一个。
没墨水，这块到底是干嘛的？哦哦哦哦！我到底要干嘛？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好看哎、欸，哦安哦，哎、欸，不是迷路，该不会是镜子那边的吧？喂 ！Oh my god！ 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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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不对，不是这样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！哪有这么短一短的东西啊？哦，在这里。啊！我看不到你们刚刚讲什么。哦，对啊，果然是，行。等等等等。嗯？嗯？什么东西？带我去哪里？哎哎哎 ！What？ The？ 该不是叫我跳过去吧？不太可能啊！这个到中间就爆了、啊。我怎么办？嗯，我滚的会比较快。哎，我也想加速啊，问题是我现在不晓得哪个加速是最快的。没有，这样不会比较快。What the fuck？ 哦吼！哎、欸，怎么是突然就问号问号了？怎么突然啊？这算中继点吗？这算中继点吗 ？Oh my god！哦天哪！滚烫的墨水！哈哈。呼！吓我一跳！不行不行，来不及了！等我意识到的时候，我已经来不及了，停不下来了。嘿！哎、欸，这个也普通，我觉得刚刚的好多了。
虽然跟下面那些东西很搭啦。好，这样。我要吃东西，我吃东西，让我吃。我其实可以这样子。哦呦！好，走。吓死我！在哪里？喂！哦，这边推下去了。啊！等一下，这是哪里？怎么会跑到这里？怎么会在这种地方？求走！我突然有点超现实的感觉。哎，杀回来！啊！超痛的！喂，太近也不行。嘿，我闪！我没有喷射技能，哦，我有了。哎，错边。阿木是超多的。哎呦，好痛！啊，这样也送。好了。啊！我不打哪去？到地上。掉下去。To be continue。啊？什么 To be continue？ 什么 To be continue？不是啊，搞不懂哎、欸。
啊，什么回事？可是图皮卡丘到底是搞什么？你不要跟我讲这种全收集才有的真结局哦，你千万别哦。不是啊，我现在很困惑哦。我现在很困惑啊，我是可以先把我原本那一处的先拿一拿。为什么住到底住这么高的原因是到底是什么？这还可以有下一代的意思吗？不太可能吧。喂，别！这边都浇血啊！什么东西被端端端的啦？现在这我也没有进去过啊！我那个时候是想说先去看别的。Fancy， 房价便宜，我觉得住一住都会有地震，有超怕的吧？这你不怕这边的地震问题，我怕。其实我不是很懂，现在那个关的 boss 到底是怎样？总觉得我刚最后应该要闪开嘛，还是不闪？如果闪开，可能结局不一样，可能我要再打一次那个 boss。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情况发生。这边我看过了，哈哈。他这个地方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啊，可是他的血条啊什么东西的，应该要有个白边，要不然的话很容易搞不清哪边是哪边。正常内裤的颜色，穿的正常内裤，不是，我不是要进去，我打完了，我还不进去，对，我就可以试一下。也太看不到了吧！我这边是拿过了，
这里在哪里？自己都没印象，因为我才握玩过，可是我现在还是没有印象。Ow！对啊，真的没去过。镇长内裤吧，我的确讲镇长内裤嘛，你们是不是？不对，这不我拿过啦、啊。不对。哦哦，我知道。这我没办法加速到那个程度啊！啊！难怪啊，难怪之前这个没有打勾勾、哦。不够快，不够啊，不够啊！到底我要怎样才可以把这个速度提上去？不对，这速度不对。我来过，可是我之前只有走过左边的，因为我只以为左边就没了。啊，有一个方法可以过去，可是我那个另外一边就变成说我要跳的时候跳得够快。可是好像不是跳跃的问题，是我时机要抓的准，现在已经是时机要抓准的问题了。啊，进去进去进去。看镇长内裤不给力，要靠其他内裤。这也不是内裤啊，想起来。不够，不是这样。没有，这起步还是不对。我不太确定这个要怎样才算是有加速到。这样，就只会这个东西，这根本是健身的那个，像瑜伽啊之类的东西而已。不要啦，我不要这种的啦。还我那个像耳罩之类的，耳罩好看多了。哇！直接下去啊！对，之前这个好像我也是搞不太清楚要怎么下去。对，大概不是从这边，应该从这里。好歹，不行，好像过不去了。不对啊，那这边是不是干嘛？没有意义啊，算了。没有参透就算了。
喂喂喂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每次都这样子，上次是没成功，也是因为这个样子。可以别吗？哎，不是、啊，我已经去过了，算了。说不定也是有可能要靠一些其他的招式强制过关，也有可能。可是，我要去帮他。哎、欸，等等。啊，我现在帮他再用一次，他会有什么效果吗？没错，没成功。怎么就没有剧情？想想也是啦。而且我要一路走出来，就也没事了。我的！没去过。喂，玩这个也算是，你要说轻松协议嘛，好像也算是哦，因为它毕竟没有太多困难的部分。错了，抱歉。看是，哎，打是要上去吗？哦，好像上去了，忘记了。这边的根本就没有重置嘛。加血倒是还好，不至于。哇，这边就是我摔下去嘛。再来一次。我想要确定是我如果闪开它的话，是不是会不一样？
嘿！哇靠！嘿！哇！啊！糟糕！哎，太远太远了。跑走，跑走！哎呦呦呦，吓我一跳 ！What？ 吓我一跳！我想说，啪一下的，哎，好吧。能死下去，所以这个势必会有二代的意思吗？啊，仔细想想，可能也是吧。可是他，可是他这个都已经2018年做出来了，到现在也没有后续的话，我觉得后续可能要等欸，因为他现在他之前的 Flash。那个网页上的版本也是有出到1到4吧，好像出到世界4之后我就没有太大印象了，我也不晓得那到底是有没有做完。那现在出在 Steam 上面，可能有大几率是想要做完吧。